京都的消息传过来了，你儿子色胆包天，竟然把静安王妃给掳走了。哎，我听说，静安王是一怒之下砸了佛堂，还请了天下十一王明尹出手刺杀。 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把李淳罡都请出来了。你儿子、李王妃要挟，静安王只能放他离去。可这下子，你们北凉和青州的仇可就结深了。恨北凉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一个赵恒。 你说世子如此荒唐，你怎么想啊？我没什么可想的，那得看看陛下怎么想。陛下很高兴。哦，如此荒唐的世子，对陛下来说很适合北凉。 那你说说，这陛下打算什么时候见我？等等，再等等。你儿子出青州过豫州，很快就到扬州江南道了。啊，凤年这孩子重情，啊，老想去看他那个大姐。<笑>江南的消息。 你知道了？我人在京城，眼瞎耳聋的，我能知道什么？听说，你的大女儿在江南道行事放荡，与别人私通，卢家把状子都递到圣上驾前了。 这一步绝了！如果呀，你没留意杀机暗藏，这局棋你输定了，没救了。 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一步失算，料敌先机。哎，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<笑>不算，重来。<笑>哎哎哎哎 师傅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连胜你三局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看几天，被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呀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小姐，你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
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。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的嘴做什么？你放开我。二乔，让开。放开我。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，书还没有看完呢。龙家娶了你这种女人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陆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你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，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弟弟要来了。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两天凤年就到阳城了吧。终于到了，进城先问问卢家怎么走。世子，要不等一下后面的马车，我先去找我大姐，让他们后面会合。世子，怎么了？李贤妃说他饿了。也是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确实辛苦了。那先不着急，进城找个酒家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再去卢家。好。世子，已经去接李前辈他们了，车马慢了些，咱们先吃。别好。先点吃的，一会儿问路。嗯，好。哎，二位，我听说啊，北凉世子要来阳城探望他大姐。这一个是不学无术，一个是不知廉耻。这对姐弟还真是一类人呐。我听说啊，这城斋先生的夫人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。这件事啊，京城都知道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里啊有个娘娘跟城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。按辈分算啊，娘娘叫她一声侄女。徐之虎他这般浪荡，他卢家这点脸面往哪放啊？卢家的事儿说给我听听啊。我就是在想，徐骁这样的人走一步他能算十步，他为什么同意我们跟着徐凤年东行？我总觉得我们也会变成他手里的弃子。现在怕也没用，等事情临头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啊？见神还打呼噜，吵死我！我也不明白了，那两个小家伙在我边上上蹿下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一到李前辈跟前，乖得跟小猫一样？那老头武功高，镇得住他们。所以说，武功高还是有用。当年西楚高手如云，最后还不是灭国了？那是北凉太可怕。国战初始，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。我听说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。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擒，被父王赐死了。哪个卢家？你说阳城这个徐之虎的婆家？那
跟你不是深仇大恨啊？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，别担心。前辈，怎么样？到酒楼了？卢家就在附近，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。我都行，到了叫我。到了卢家之后，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。还有，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离的身份。你不跟着去啊？我要去江新郡找一个姓刘的人。要杀人？要弄清楚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。刘先生和徐之虎什么关系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是有了私情吗？刘先生是何等人物，文才经世，家学渊源。哼，这大伙之前在保国寺遇上了，就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。刘先生嗤之以鼻，根本就不理睬他的。然后可巧，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。这刘七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。听说娘娘叫她侄女儿，那可不是吗？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荡妇啊？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呀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，打的是解气。如今阳城人尽皆知，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并非如此。哼，你还想替她抵赖啊？走走走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算了，受委屈被误解，心里自然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哭。眼泪啊，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知道了？嗯。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刘丽婷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只能算是二等末流世子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一等一的名门，家主吴道林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，这等人物就是张居禄撞见了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刘黎婷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是小姐先动恶心，不是刘黎婷先招惹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一探便知。叔兄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。
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？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借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闹太大。这，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！嗯。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往里面去吧。这人就是琉璃亭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。他倒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？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了。还气呢？他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戏。我实在是冤枉，你也知道，是那荡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。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？你怎么就不信我了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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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彼此不弃，早会相见。站住！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下人越发没有规矩了。别生气啊，我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亭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啊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规则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
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，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杰在，我也闯不进去。这可亮堂多了。是不是闹得大了些？越跋扈，京城那边越放心。真守礼了，反受忌惮。毕竟是世子车驾，岂能受辱？咱进去吧。今日是卢府失了待客之道，我替管家们给各位赔礼了。罢休剑，你是唐西剑仙卢白杰。李剑神面前不敢提剑仙二字，晚辈已久闻剑神大名，今日斗胆愿领教两袖青蛇，砥砺剑道。你怎知李剑神在此？芦苇荡一战，李剑神威压四方，已传遍了江湖。前辈，可愿赐教？小姐，魏爷爷，大小姐，来得这么快，凤年呢？他去江心郡了。这个傻瓜，小叔，你这是？久别重逢，你们先叙旧吧。我知道了。卢白杰是卢家人里边，我已把徐之虎当作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之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姓刘啊。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？你和徐之虎面奸情热，杀了你，让二爷尝尝心痛的滋味。姑娘，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之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，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。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哎，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之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私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水孽他！我这就写信约徐之虎出来，你看我受夫妻之礼。咋会逃脱呢？啊！也对。哎呦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
接下来的话不能让他听到。什么话？我和徐志虎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多谢大小姐。不必多礼，能见到北凉府里来的人我心里高兴。坐吧。其他人也都安排好了住处，你放心就好。只是凤年，他应该先来见我呀。世子也是听了传闻之后想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那琉璃亭之间并非凤年所说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是你在纠缠徐之虎。确实如此，每逢徐之虎出门，我总会找机会偶遇，送诗文，赞美色，各种手段用尽，也算是费尽心机。换作其他女子，总会动容，可偏偏这徐之虎铁石心肠，始终将我拒之千里。那报国寺呢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我也是一片痴心。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然后呢？他没瞧见我抓人衣袖，我当时随机应变，斥责徐之虎不守妇道，屡次纠缠。你反应倒是挺快的。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后呢？那次还是相信我，一气之下动了手。你还敢还手啊？待我刀兵还至刀兵，北凉人向来如此。所以我和徐志虎之间并无情谊，他对我恐怕只有恨意。女侠如果要杀我，他并不会心痛。还是不对，既然是你纠缠徐志虎，那他为什么不出言反驳？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。或许是他孤傲清高，不屑解释呢。那个琉璃亭素有闻名，而我呢，出自北凉，江南人把我们北凉人当作凶魔疯兽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卢家呢？你毕竟是嫁过来的，他们对你应该不一样。说是嫁人，其实就是卢家和北凉的交易罢了。交易成了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要不当初怎么会找一个快要病死的娶我呀？小姐，受委屈了？不委屈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能用我自己换来北凉的盟友，我觉着挺好。我是说，您和琉璃亭的传闻。不认识的人毁我谤我，与我何干呀？我根本就懒得争辩。世子一定不会误解小姐的。我知道。他呀，怕是为我出气去了。空口白话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卢某可以对天发誓啊！啊！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？你能比吗？这个比不了。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之虎？他虽是寡妇，但他也是卢家人。你和他传出这些闲话，不就得罪了卢家？这徐之虎确实美貌，所以我对他都……为此，你就用你的前途冒险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这解释不清了。
我看还是杀了你算了。雨霞到底和北凉结的什么仇啊？你倒盘问起我来了。有些事儿我要不知道雨霞的身份，我死也不会说出口。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是楚国公主，西楚王国公主。你就让我每天弄成这样，在府里走来走去。你还想走来走去？这是卢府，你就躲屋里别动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，总比丢了命好。有我在，他的命不会丢。多谢前辈，有前辈护佑我就放心了。是徐凤年叮嘱我护着你，要谢谢他吧，小丫头。谁要谢那家伙？老头，怎么了？我的神符呢？那个是我借给你的，你给弄丢了。小点声。是许凤年那个小子刚才借走了。我的匕首他凭什么借？他借神符做什么？这把匕首认识吗？西楚传国匕首神符。你倒是认识。史书记载此匕首可换十二成，这等宝物我有所听闻。你真的是西楚公主？你活到现在没有死？你希望我死了？哦，不敢不敢。那我知道了，徐骁灭了楚国，公主因此有恨理所当然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听闻徐凤年快要到江南了，公主此时出现，我难免有所疑惑。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。你不过就是个天童。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也是与北凉为敌啊。公主稍等。公主，你看。翰林院，京城的信。刘某的好友。现在是翰林院的庶吉士，败坏徐知府名声，是他教你的？他说朝廷向来忌惮北凉，如今北凉与江南联姻更是心腹之患，我若能败坏徐知府的声明，说不好就能让卢家和北凉反目。虽然这么做会惹恼卢家，可是说到底险在地形，等我再去京城，未来前程不可限量。所以这从头到尾都是阴谋，并不是什么君子好色。哎呀，怎么说是阴谋呢？读书人为国效力总是应该的。这些事他知道吗？并不知情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不是巧合。是我让人传了消息，才让内子赶来报国寺的。然后利用你夫人同族的关系，让宫里那位娘娘帮你大肆宣扬此事，这样你的名字就能被皇上听到。刘丽婷，你连自己的夫人都算计。顺势而为，怎么能说是算计？
回该相信我了吧？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与北凉为敌啊。这么说来，确实如此。可你也真够狠的，徐之虎可真被你给毁了。卢家家规森严，按我的想法，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，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。只可惜卢白杰一直护着他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，有我和徐之虎的传闻，他定会单独接我。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此贼，对你来说是报了国仇，而对我来说呢，就能彻底毁了卢家和北凉的盟约，两全其美啊。厉害啊，真不愧是读书人。信是谁写的？你又是谁？进兰亭，没听说过。翰林院庶吉是这么多，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？张巨鹿，还是别人？不好判断，不过这手段倒是阴险。这个进兰亭回头得好好查查。你刚才做得不错，但还是有破绽。他说他受京城指派时，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。楚人恨徐骁，更恨黎阳皇室。他说他夫人跟皇室贵妃同族，你态度要更强硬才符合扮演的身份。我哪有世子这么深的心思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，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还以刀兵，琉璃亭是你自己选择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啊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，这事儿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儿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捧到哪里去啊？这是犯什么事儿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，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。救命啊！北凉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。徐凤年动用私刑，黎阳城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诸位，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。兄弟，我不能杀我。你要杀人，人便杀你，这就是天理公道。我知道错了。我愿意投降世子门下，最后一点骨气也没保住。走，回阳城。走。徐凤年，哎，徐凤年，徐凤年，你跑哪去？徐凤年，徐凤年，你刚才还说卢伟当刺杀遇险，这会儿李建神也不在身边。此去江心郡，世子是临时起意，不会遇到刺杀的。可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他，他身边护卫众多，都还遇到刺杀，那黄蛮孤身去了龙虎山，岂不是更加艰险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亦能自保，在神力中也是人。我当初还以为，只要我嫁过来江南，他们几个就能安稳地留在北凉，没想到姐弟四个到头来还是天各一方。
小兄弟，请问这是龙虎山吗？嗯。请问上山该往哪边走？哦，多谢。你在看什么？等山楂。山楂？等山楂熟了，我要留给我哥吃。你哥是谁？这是我哥。你姓什么？徐。哦，你是徐龙相。嗯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定格成画，当岁月过尽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，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只为看透，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